王后驾到，今天王后来做什么呢？孩子们，张开嘴，我来看看你们的牙齿。有好习惯的，今天能得到奖励哦。贝尔的牙齿，长发公主的牙齿，白雪公主的牙齿，美人鱼的牙齿，我来看一看。就在这一会儿的功夫，贝尔公主把自己的牙齿给白雪公主的牙齿调换了一下。贝尔和长发公主值得表扬，你们能得到奖励。白雪和美人鱼公主，你们两个要继续努力哦。母后母后，我的牙齿是白的，是白的。白雪，牙齿黄没有关系，可以继续努力，坚持早晚刷牙。但是你撒谎，那就不是好孩子了。我没有撒谎，我没有撒谎。母后母后，我会以后坚持早晚刷牙，养成好习惯的。争取下次你来检查的时候，我的牙齿是白白的牙齿。你看美人鱼公主，虽然牙齿是黄的，可是人家会有错就改呀。这是今天的奖励，贝尔的，长发公主的，美人鱼公主的。母后母后，为什么没有我的奖励呢？这个小茶壶好漂亮，我也想要。白雪，你不但没有养成好习惯，还学会了撒谎，母后怎么给你奖励呢？你看美人鱼虽然没养成好习惯，但是诚实呀。白雪公主急得哇哇地哭了起来，只好求助小朋友们。小朋友们小朋友们，赶快告诉母后，我是不是撒谎了呢？我有没有养成好习惯？我的白白的牙齿。